由于我的电脑整个宕素机材了，取得完成手术我们后，用这个方式记录有一些吧。客户如果本身是 Channel 体质，会直接连接到我的状态。当天录影，美东时间7月31号下午5:26 PM，也就是台湾的时间凌晨，也就是对方在做梦的时刻。客户由于疗愈完成，因此梦境会开始梦见我的现实或是他周遭的人的状态。Go out, you go out. Sometimes after we get the element and done the surgery for client, if they personally is a channel, after they got healed, their dreams will started to link with my reality or people who surround with them. 就好，我等一下去公园找你。想要看一些有趣的事情的话，现阶段因为现在这个全世界都疾病流行病有关系的，我是觉得现在全世界的一个这个问题。开始讲的是，就是从十二经络出痧的顺序，就是老上的记录。网络上记录这个十二经络出痧的顺序之后，并未开始。能量连接的能量来，直接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做转化，协助到我，然后也协助到大家的一个方式，协助到自己，协助到大家，这是一种环的形式。那因为它有一个特异性，有个独立，因为它有个特别性，有个独立性，原创跟开创性，所以有开创性。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己的路了，那这个东西都是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本来就要走。有的时候开心，有的时候是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难过，有的开心，有时候难过，有的时候许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哀伤的时候，就是哀伤。脑上要我放轻松。刚才讲的都讲的就是这个。那前面讲的是从十二经络的出痧的顺序，要不要再复习一次？那我应该又不用复习了。刚出完心包经的痧，所以接下来就是练到环中穴的这一块 core value 的部分。环中穴，这个放不上去，因为电脑宕机。你的电脑开机，全部都没有上传。身体在遇到新的环境的一个变异的时候，怎么样去防范未然？上医治未病。上医治未病，防范未然。所以我们现在用身体的刚刚走完了一个概念，概念不是爱，概论。这个食补基本基底的力量之后，怎么还高？接下来呢，走完了之后呢， okay, 应该是有。慢慢的，他就可以先走了这个下面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的。他上面的圆走完之后，开始走到环中穴，就是这个耻骨肌。声音有点小，不好意思。近期时常会看到有一些相关的一些。A 边在旁边做翻译，我们。前面的记录呢，有协助到一些就是客户，下面的留言也都有，就是有协助到他们的病症，那也同时都好。前面是在讲耻骨肌底跟环中穴的软伸，前面带过了。今天7月31日。接地的这个，他以前走路哈，我以前走路，这个东西，这个身体以前走路会有一个习惯，什么样的习惯呢？
且手动的快，脚动的慢，这样的人思虑多嘛，思虑比较多一点。那思虑多的时候怎么办？思虑多的时候嘛，思虑多要还回天地，脚跟手就会所谓的手脚就会不调。手脚不调的时候必须还回天地，还回天地的同时也要做善行，因此我会把这个视频录下来。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就是得录，就是得做，因为还不回去的话我就今天被雷打，不还被雷打。那么小声，不好意思，等我一下。顺便来分享一下。我完全没有办法上传，因为整个就是跨关节，接下来就是跨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很多人的跨关节有受伤，很多人跨关节受过伤，周边的就会听到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咔啦咔啦的声音。这个时候呢？就只给有缘人哈，不是给每一个人。对，髋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能够理解意识到，哎，不用理解啊。那同时它也会说我们意识以及我们的业力内的一些东西。我的生命记录是在这个生命记录是在尼科马尔区，就是我的。我帮我做完黄金的，就是 Golden Purify 的这个大型的一个手术，因为连接到过多的客户，那进化的速度不够快，所以必须要用特殊的素材来做这样子承接大范围的准备。那做完了之后呢，就是身体也同时会跟着自动的做进化。因此周遭的灵，周遭大自然，它会进来助协助嘛。其实这个东西啊，大部分人都没有很感受，我现在在做的所有动作都是对髋关节以及这个肌肉的这个。走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借由你的步伐的大或小，会发现有一些区块，我们衔接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力量不平均，特别酸，特别痛。有的时候到那个酸痛那边，呼吸去带动，把气带动。好，手上现在是用手的方式，把这个上面淤塞的气啊，用气的方式把能量回到大地，没有推到大地，所以它同时是四肢的一个力，四肢的一个力，因为它最主要都是手与脚的一个协调，所以这个动作呢，踩
多余，中间多余脊椎之力，背在身上多余之力，把它还出去。再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个贫啊，有个贫血在这里，有个贫血在这里。它有个旋是上下是相似的。你会发现有些姿势嘛，有些动作，表示这个平旋都是上下相接的，这个我们走路啊，接不到脚底，你接不到脚底，我们脚底有非常非常多穴道，整只脚掌整只脚掌都其实都是可以抓地。我们早期啊，像我们是早期，我们人的设计有五只小指，其实五只脚趾啊都可以自由的活动，像这个就负面不提了。这些的先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疗愈纪录，这已经不是我的意识，是在我跟我既有我经由这个尼克马尔斯，也就是我的 mentor， 在疗愈过后的生命自动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我是尊重能够的。那素材费用给他，他虽然是我的 mentor， 是我的跟我非常非常的一起工作，也算是我的老不能说老板，就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 mentor， 那也有协助我开发。可是我其实基本上我是非常尊重他，就他每一次的手术费我自己都是有付费的，所以因此会有这样的理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部分。我们的设计其实可以切断掉，我们的设计，所以呢为什么要找草地，找草地一个部分的原因是草地它是会呼吸的，是天地的力，所以我们同时可以借由大自然疗愈。大自然是哪里来？大自然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是神的部分。所以因此，当我们替神工作的时候，自然都会替我们工作。老和尚说：“哈，我讲下来的这一段哈，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不太有趣，但是你的心会听得懂，你的灵会听得懂。”现在老和尚只是协助我去测试我的身体的状态，这并不是在教动作。你会发现我的动作是不间断，一直都是在呼吸的。我并没有讲了之后，讲到哪里突然间动作就停下来，没有，不能停下来，因为气一直随时随地都在走，随时随地气都是在走，然后不得住。你听到我在讲话。我同时身体，我的意识也是跟着自然在与我的身体不止的在对话。跪，不要选择石头上跪，你不要选择木，不要选择太硬的地方，选择泥土是最舒服的，草地。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太久没有按摩，太久没有动到，太久没有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失去那个功能。那这个膝盖受过伤，以前受过伤，开过刀，就会特别对这些动作做多的一个修复。在一个动作上的时候不要晃，不要乱晃。如果你发现你想要晃动什么或是不自主的话，去观察那个晃动是哪里来的。这套系列是老和尚在修身修心啊，以前传下来养生的一个方式。然后他昨天的练没做了一些地供的动作，所以今天背比较酸，做背部肌群。
色的一个。补到背上。每个动作都是很享受的，每个动作都是很享受的。全身上下确定它是呈现一个完整的极体极静的还归原极的这个状况状态啊，这状态啊，你的这个啊像是一个偶一样，人偶一样，天上会有条白线这样吊着上去的。这时候你会发现哦，身体会自动开始化圆，那任何一方的圆呢，其实都有它的独特性的意义。啊，像最近衔接到的人啊，想法太多，思虑太多，这时候就，你如果发现你的想法多、思虑多的时候，人在打这个时候会画一个逆圆，在北美洲画逆圆，在南美洲画正圆，有些逆时针，为什么？你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硬想，一直硬想，就是一直要出去的力，一直出去的力是什么力？是一个正，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事。那因为做太多事的时候，像这个啊，就是其实看了没发布，做了太多事。老婆上不在骂我，做太多事，别做太多了，别做太多了。要什么？我懂了，让天去成，我不要做，我懂了。天成自然。哎，我看见右边有金色啊，老和尚在这里，有看到吗？老和尚站在这里。现在大部分人都做的太多，老和尚在讲专。只有我看到，老和尚在讲专。那还在录吗？没有电的吗？你们有没有看到？别做太多。金色。这个人啊，做太多。我有想法，他就不见了。我有想法就不见了。外面的事情怎么样？外边的事情现在当下在自己就觉得自己要做的很多很用力的去大做一些。OK， 大家应该理解为什么我现在我要开始去做一些事儿啊。我现在哈、就请大家谅解，我要开始放在我可能我的 App 或是脸书上。有的时候想怎么样子少做一点，怎么样子省一些力，我保怎么样子运行一些天道，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画正。会自然而然做一个事情，正逆都要一起相互的相消，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玩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严肃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有的时间。这个花，一种必须啊。药都在大自然里。动作就做不出来，为什么？太久没有做，肌肉啊都退化了。
右腿膝盖
一旦阻塞，铜做的多，有地方歪掉，有地方受过伤，这个要上来的这整个不会碰水。从膝盖啊，心理问题到变成膝盖问题，到变成这一块都有问题，久而久之哪里还会出问题？这一块啊，接到哪啊？射护线也会有点问题。就借这个去平衡，去平衡。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一样要呼吸。后面这个通了，前面的力啊就出不去。测试自己的身体，所有的动作的都是三个原则，不出这三个原则。第一，不出力，是不出力，所有动作由天地之间去做修。第二，不要有想法，无念，无念，不要有念头，无我，不要有自己，自己的个性都放下，喜怒哀乐都放下，身体自然由天地之间做修行，自然而然意向自主。这个本人啊，这个不是个教功夫的，也不是个教瑜伽的。只是借由天地之力直接的做一个传递，传递什么？他的这个天生的命啊，来协助的传递者，这个你们叫做 channel， 是 channel 就做好 channel 的事，是整理者就做好整理的事，这什么人啊，就做什么事。命运逃不掉的 ，Nobody can escape from their death。再来，一概率都不算。手握的力量，好，没有，我看到手握的力量很多。也不是多少不平均嘛，找到一个平均的，怎么呼吸，好总结的，你找到一个。没走那个地方很奇怪，会发抖，发抖的地方就多做几次呼吸，它会连接一些记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忆是哪里来的。马和尚说要我们来看看这个记忆是哪里，是一个泰坦，一个泰坦，泰坦，还有一些不觉的一些过往，不觉史吧。现在也有女人的这个同样的问题，女人也不亲，单亲，
腰部有受过伤。修一下这个问题。粉红色的花，我会期望爱情是吧？一直看接近亲情的爱情。有的时候啊，回复这位太太啊，腰部受伤就第一个做这个动作呼吸啊，有时候呼吸下胯部啊，这个就是它的极限。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慢慢的呼吸，就呼吸是可以贴到地。好，但是我们不需要做这么多，因为这个也不是教瑜伽的，我讲也不是讲瑜伽的。好，刚刚说到哪？这个太太啊。来回复一下这个太太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对亲情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我们认为那是一种正义。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义务有职责来给予你任何的你所认为的爱情亲情的东西。这世界上花草的看了你就看了这组，看了这组，看了这组，这组标示看不到其他的，其他的都是都是。可能疗愈要找这个，啊找这个。哎，不是，我要讲这一句，下一句完全不找。找这丫头。你们天哪，真奇妙！老和尚站在这里，有看到吗？透过第二台摄影机我看看，还在，还是在，还是有。可是我算了，一声打开。呼吸啊，呼吸。这同时啊，可以延展到这个妇女啊，这个淋巴的这个下面会这个阴部这个淋巴的这个。可以增进这个部分的循环。你不要，不要乱动。哇塞！在这边补充一下，刚刚有个先生在问，神通找神通不要找我，求神通者请麻烦请离开，谢谢，尊重，互相尊重。那我再说了一句，有的时候啊，把这个重担带到感情上太多的时候啊，你这个房事也不舒服。好，回答这位太太。啊，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给自己负担沉重太重。在接下来下一步进化的工作啊，还是找这个月牙粉，找月牙粉，它市场。今天已经是8月9日了，今天已经是8月9日了。因为我中间我初次打开电脑全部变成问号，完全录不下来，完全放不上来，所以我才从今天才放。哦，刚刚我自己刚我也不知道我忘记我讲什么，我刚讲那个是全大家现在的状况，集体的，所以它其实是有时间区段的。我那个时候6月5日的时候，我预示现象，我看到未来在7月31号左右会有天灾，几个天灾异象以及火灾全部都发生了，但是它不是在7月31号发生，是在8月4日左右伊朗的气爆。有人说心里要信才得意，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信变不易，信才得意，不信才不易。我不知道我会讲这一句。看见了吗 ？It's called teamwork. Teamwork 时间的工作。他叫我不要有想法。老和尚站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金色的。我知道的。啊，算了，看不到。这不是国王的新衣 ，OK？
直接有缘人，真的直接有缘人。是那个肾，膀胱的那个肾结。哦、其实有个 marking 嘲笑的时候就听不到就看不到了，你看旁边我在嘲笑的时候老和尚就不见了，我的天哪，我真的刚我不知道我要讲下一句，原来我的过去也可以疗愈我的现在，我刚刚讲天哪，我刚是讲天哪，好奇妙哦，好奇怪，今天暂时然后到时候今天暂时放到这儿 OK 分析分析，谢谢老和尚，谢谢老和尚，有的时候做人轻松一点、不用硬要做什么，我硬要 meditate 这个集体的这个状况，大家都想我要做这个做那做这个做那做这个做那，有做才有功德才对啊，有的时候有没有功德啊，你也想你要轻松做功德，不是轻松做功德才会是自己的不要捞过界了，你多做了人家就人家就抢了人家的，有时候不要抢人家饭碗，别抢再抢非常神经病，因为一个人抢两个人抢三个人抢全世界抢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世界会乱现在是少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听懂，太棒了。